所有女生，今天佳丽收到了一个带蕾丝的箱子的礼物，蕾丝的一个箱子。Oh my god， 漂亮吗？灯打没有去。这个礼盒价值18000，我要来看一看是什么。当当当 ！Oh my gosh！ 我看看这个，谁先拿？谁拿最大的吧？这个我们有，拿个给我。黑白面膜，这个是什么？纪梵希墨藻面霜，这个是纪梵希蕾丝眼膜，蕾丝眼膜我也有。这个是啊，这个我们没有过，这个我们没，这个我们要打开。这个是墨藻真萃黑金日夜焕活精华油，纪梵希的油味我没有用过。这个是墨藻精华我有，这个是墨藻水、墨藻眼霜、墨藻黑金洁面，这个我没有，这个我没有，这个我要留着。我今天我留了一个最便宜的东西，纪梵希全套在这边，给你们体验一下吧。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密达蕾丝眼膜，哈密达今年最厉害的蕾丝眼膜，来，蕾丝眼膜来了。哦，我跟你说，它这个盒子好像首饰盒，就是你买一个首饰那种盒子，它盒子外面都是那种哑光的，果然大牌就是大牌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哇，这里面有几对啊？四对，所以这一盒眼膜多少钱？2000多，这一盒眼膜2000。那我上次送了6盒给粉丝，来，先把这边的精华挤过去，然后把它让它的面膜纸全部都泡好了之后，然后可以再就直接敷。就是用600块钱一张的眼膜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采访一下你。就是我想吸满它的精华，一点都不想留在盒子。这句话好色情啊！吸满它的精华。真的要把精华都占满，它连我的抬头纹都照顾到吗？对啊，哎，你这样去年会真的，你年会就最佳装扮。但是我这样走到大街上，会不会有人报警、啊？谁贴的眼膜去大街上？你疯了！你现在赶快发个朋友圈，这样朋友圈价值2000个赞。我们叫下一个，刚刚那是眼膜，他们家比较厉害的。刚刚他们送给我的礼盒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有他们家的洁面一个，这个是他们家的墨藻真萃的黑金洁面霜，175毫升，它是净澈型的洗面奶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墨藻精华水。他们家真的做的好漂亮，它是用水晶瓶身，特别特别的漂亮，而且黑色的渐变，150毫升一瓶。对，然后这一瓶是他们家的墨藻精华，这个巨贵，这个巨贵，这个巨好用，这个非常好用，这是墨藻精华，美们，这个才叫做你们不配，30毫升要卖3320。先放回我的口袋，说不定大家就不见了。然后下面一个精华油，我们拆一下，精华油我还没有见过它，真的，我的妈呀！这什么？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，大家听一下。Oh my god！ 哎，这个东西我买回去会一直玩呢。嗯，你知道打挂吗？就是打挂，你个头！啪，打开了。这个精华油3515，15毫升2个，就30毫升。它是早晚的一个黑白双瓶，它是日间是焕亮，夜间是修复。就这瓶是亮白瓶啊，这边是修复瓶，它可以让你的肌肤就是用。把你的肌肤泡在油里面，让你慢点变老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眼霜，你看一下他们家眼霜的瓶子做的好大，而且很高级。这是他们家的墨藻眼霜，这个小助理用过，小助理你觉得怎么样？它的味道巨好闻，巨好闻，味道巨好闻，就是很，但质地很亲肤哦。嗯，它的质地是特别特别亲肤的，好不好？墨藻眼霜，它的味道你闻的就想睡觉。是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墨藻面霜，那还有一个清爽版跟一个滋润版，这是他们家墨藻面霜。如果你的肌肤是干皮的话，你可以买他们的滋润版；如果你皮肤是油皮的话，可以买它的一个清爽版。我给你们打开看一下，这是他们家墨藻面霜，这个是我已经用空了一半的，这是我自己那一瓶哦。墨藻面霜，我跟你们说，它是那种天鹅绒的那种触感，非常非常的软糯，而且很柔滑。最重要的是，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三大墨藻提取物，它是可以帮助你让你的肌肤更饱满，然后淡化你肌肤的细纹，而且它是种越用到后面的肌肤会越亮的。三种海藻成分，给你们抠一坨给你们看看，你用的时候会说，哎呀，灰灰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以前这真实的事情，我用了一次他们家最小那种小样的面霜，我说我的妈呀，这个面霜也太好用了吧！结果我那时候去，我记得我去那个旅游，我去旅游，然后我妈妈带我跟我妈妈去旅游，我就说妈妈，我去买一个东西，然后结果我带我妈妈跑了5个商场，我就没有买到纪梵希的墨藻面霜。它就刚刚涂上去的时候是什么？是灰灰的，你会发现你哎，怎么像涂了那个芝麻糊在脸上的感觉？但是只要把它揉开之后，它不会有灰灰的，而且它会变透明。最重要的是，就是纪梵希他们团队。科研团队研究了15年之后的结晶，他把他们家的藻类的物质赋予了卓越的生命力，让你的皮肤真的可以焕亮起来跟焕活起来。它里面有三大藻类，有到那个很真实的一个成分叫做长生骨硅藻，它可以促进细胞跟细胞之间的沟通，它可以把细胞跟细胞里面的缝隙
填满起来，让它的皮肤更加的就是有强韧，而且更加的烹饪。那李佳还没有到那个佩子裙带藻，它是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，而且它的包装就真的很奢华，真的它的包装太奢华了，它是那种水晶，像水晶一样那种包装，给你们看一下区别。嗯，这是第二代的墨藻面霜，它的 logo 是在这个地方。第三代的墨藻面霜，它的 logo 是在瓶子上面，然后它的那个这边是用的那个钢印上打的纪梵希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还有他们家这款面膜，就是一个涂抹式的面膜，就是 Oh my God 的面膜。这个面膜它上面像大理石，有没有像大理石的花纹？就像摆在你的那种梳妆台上，它真的很漂亮，很高级。它有一个刷子，刷子搞得不见了，这个我用了一半了。这个面膜它就是那种黑白双膏，然后你直接用的是用刷子把它滚在一起，然后直接把它上到脸上去轻轻的涂抹，就是一种贵妇级别的享受。谢谢纪梵希送给我们的全套墨藻的礼盒。